Hello，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啊？看你最近太辛苦了。言樾，怎么这么好啊？随便准备了点儿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你还会西餐啊？嗯。那我开动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你竟然穿西装了？哦，随便穿了一件。你穿西装也挺好看的。还行。昨天你都听到了吗？没有。那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喜欢你，请你认真考虑一下。走吧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接我呀？你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吗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想多了，想多了。哎呀，我听听音乐，我放个电台。我和我男朋友刚交往一个星期，最近发现他在朋友面前总是和我保持距离，我感觉他就是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该怎么办？首先，谢谢这位小姐姐的来电。你的对象啊，如果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们两个已经在谈恋爱了，我建议啊，你得好好的跟他谈谈。首先你得去问一问他为什么不想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主持人。不客气。沟通啊，在两个人之间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让他跟你说清楚，你一个人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。你那些吹拉弹唱的恋爱技巧跟谁学的？江山还是阿南？肚子饿不？你做东西给我吃。我做东西给你吃。那我回去先换衣服。好，那我去做饭。差不多了，饿不饿？嗯，弄完了，我端过去。好，时间太紧迫了，只能做些简单的。我就喜欢吃这个，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慢点吃。嗯嗯，小心烫。好吃好吃。行吗？嗯。